切生命，始终胜利苦的论，落实佛法的大慈大悲，世间佛陀的独生本怀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。诸方身实法，遍住一切诸方身，得普救护律解脱门，普现光明诸方身，现承办化一切众生的神通业解脱门，光行庄严诸方身，得破一切众生难障，生喜乐大光明解脱门，周行不耐诸方身，得普现一切处不唐劳解脱门。熔断迷惑诸方身，得四现一等一切众生的数名号，发生功德解脱门。遍有净空诸方身，得恒发妙音，令听者皆欢喜解脱门。云闯大音诸方身，得入龙普语，令众生欢喜解脱门。极目无滥诸方身，得示现一切众生业无差别自在力解脱门。普观四业诸方身，得观察一切取生种种业解脱门，得观察一切取生中种种业解脱门。周遍游览诸方身，得所作事皆究竟，生一切众生欢喜解脱门。以下讲这个十个主方身啊，方是咱们指方向啊，方月。这个主方身跟这个前头的主咒主业意思嘛是相通的，也是相通的啊。这个只有在华严经上，一切处都是神。你先把这个神理解清楚。主方神的神，神就是心里显现，方无定方。南观成北，东观成西，是你对的相对方向。如果你现在就站在这儿，哪个是东啊，哪个是南，哪个是西啊，哪个是北啊，方向本无方，随心所现，所以是众生心所现的，这样来理解方，方是方域的意思了啊。遍住一切诸方身，得普救护力，他这就方无定方，他能普救化一些众生，得到这样解脱了，就是这样解脱。意思就是，他现一切身给众生说法，令一切众生能够得开悟，能够得他的救护。是遍住一切，没方了。骗住一切，而继位呢是主方，
普现光明，也是无方的意思。光明还分成方向吗？能在光明出来分成东西南北吗？分不出来。方不定方，方不定方。那咱们呢，众生界里都是标榜说东方了、南方了、北方了，东对着西说的，南对着北说的，所以他是骗住一切，骗住一切没有方了，骗住一切做什么呢？救护众生，普救护，就是他自己的修行得到了，有这种力量，也随顺佛，他是行菩萨道的，护持佛法的，一些众生都在苦难当中啊，他得这种力量了，普现光明主方神，得承办化一些众生的神通业。神通呢，我们把它就讲心理啊，神通。单讲神通，神是我们自然的心，通呢就是慧力、智慧的业用。那么有好大个，你心里头有好多的自在，能有好多利润，那你就承办好多事业。咱们现在的神通呢是什么呢？吃饭、穿衣服、睡觉，就是咱们的神通了，也是你的心呐，也是你所做的业呀。但是我们现在不同了。学戒、学慧、修定，随缘修习戒定慧，这也是我们的神通。随你的神通所系视线的一切相的能力，神通有好大，你承办事业就有好大。但是普光明主方神呢，他的神通，他的这个承办的业就是作用，让一切众生出苦，就是他所办的业，就是他所做的事吧。业就是业用了，你所办的事情所得的业用叫什么呢？让众生出苦，那是离苦就得乐。光行庄严主方神，得破一切众生难障，生喜乐。生喜乐吗？欢喜心啊，生出了欢喜心，生出快乐，这得有智慧，没智慧办不到。对，光明就是智慧，有大智慧的。解脱呢？就是没障碍的意思了，把一切业都卸脱了。法光破难，难断自生，至于法喜俱生，断与寂灭为乐。法光呢，就是依着法，法呢就是佛所的教法啊。一直法，而产生的光明，光明就是智慧。破呢，破出的黑难，难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就不能生出智慧来。要是断了难了，智慧升起了，生欢喜心了，那个欢喜就是法喜生的，法喜生的。完了，寂灭为乐。寂灭的含义呀，是定下来。光是智慧，非得一定能生慧，一慧能破难，破了难了，得了寂静了，就快乐了。周行不耐主方神，得普现一切处不唐劳解脱门。
唐是唐丧，说把你的劳动力呀、啊，把你的修行功德，唐丧了，唐丧了就没得到什么好处，那不唐丧，不是你修行的得了利益了，得了利益了，得了什么益了呢？普现一切众生处，给他们说法。法嘛，就能够闻到法了，就能够把惑业消除了。惑就是迷惑，迷惑就不知道的意思，不知道就没智慧啊。有了智慧就知道了，就叫迷惑了。把迷惑灭了，因法而得到灭到迷惑，不唐丧之是闻法一定得到好处，得到利益。熔断迷惑主方神，得示现一切众生数名号，发生功德，谢托们。示现，示现说，这个熔断迷惑这个主方神就是即位这位菩萨呀，他能示现，示现什么呢？众生有好多名号，众生有好多种类。他能示现随顺他们，让他们升起功德。功德嘛，就是他修行所得了，闻法所得了，心开一解了。德就是我经常讲了，就是你所行的法，所修行的有德于心，心里能得到，这叫功德。那这个主方神呢，他能得到跟众生的一切名号，众生有好多数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个符号，名号就是符号了。他得了这样谢托门，众生的名号啊不一定的了，随着方言，随着习俗，随着你那个地区。反正总有一个符号而已，对。所以这个符号的意思呢，就是有个符号，就说这个符号所居住的一些事儿，那个符号所住的事儿，张三居住张三的一些事儿，李四居住李四的一些事儿，但是他们都在迷惑当中，不知道。名号是假的，假立的，假立就没有真实，没有真实，对。那么菩萨就随顺这假名吧，让他得到功德，功德。极目无乱主方神，得示现一切众生业无差别自在力，谢托门。众生的业，业就是作用，众生做的种种业，这个业不一定说哪的啊，众生的示现种种业，没得性体的，是业性本空，本空，有空才无障碍，说你做工人，这工人是工人的业。现在下岗了，那我去经营小商业可以不？我这是比例啊，假设说，是业随时变化的，因为性空，因为没有障碍，有障碍就不能变化了，虽然是业是空的，但是你造恶业就受恶报，造的善业就受善报，业不失报，你做什么业一定感什么果，业不失报的意思，因为在这个体性上是无障碍的，体性是自在的，但业报上不自在，
因为你还没达到不自在的时候，因你过去的业，今生受的报，所感的果，这个果就有苦有乐，还有不苦不乐，但是呢，给你说这种法，把恶业的果转成善业的因，在今生说啊，你已经所受的是过去的因所造成及现世受的果，现在这个果上你转化它，怎么转化它呢？有闻法了，得到佛的教化了，把这个恶业的转成善业。先讲是业性本空，因为空才能起变化，才能转，不空不空就转不动了，恶业消失了，善业也不存在了。恶是对着善说的，善是对着恶而立的，善恶的性体本来是空的，是吧？一切众生的业呀，无穷无尽的差别，众生自己做不了主。那极目无量主方神呢，他以这种法教化众生，让众生能在业上的自在能够得解脱。自在是解脱才能自在，不解脱不自在了。我们众生呢都愿意得快乐，不愿意受苦，那你就别造恶业了，不造恶业了就得快乐了。对，到你恶业的断除时候，善业也不存在了，就是业性本空，不论善也好恶也好，它没有体性的是空的，和体会空意。但是这个主方神呢，能够教化一些众生，使他的一切业消失，回归他自己的体性，在利益众生方面呢，这个他得着自在了，得了解脱了。普观四业主方神得观察一切取生中种种业解脱门，这个是要业相说的，造业的相，造业的相，造的相，业有种种的差别，各个众生的机感不同。咱们看在咱们看着当前的世界，要在刀兵的劫当中受苦难的，要在水火当中受苦难的，有的什么地震呐、风灾呀、在这些的死亡的，而众生的业有种种的相，相就是他业相。如果断了业了，断了业了，业相就不存在了。那普观四业，普观世间上一切众生所造的种种业，而造的业不同，生善取的，生乐取的，享受富贵荣华的，享受贫苦饥乐的，这些种种业的不同，那么呢，这继位的菩萨，这位主方神，能够令一切众生你别造业了，给他说的这个业的差别的这些个法门，让他们自己得了自在，得了自在了，解脱了，但是能够随机，随机就是随众生的根性，就是应以合法得度者，就给他说什么法门。周遍游览主方山，得所业所作业皆究竟，所做的事、所做的业都能究竟，究竟就是解脱了，说众生作业的时候啊，有出没有果，为什么呢？刚才讲的有因啊，有果呀，
有锄地时候，在你锄作业的时候，想达到目的，中间有种种障碍啊，种种障碍，达不到目的。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，就说我们中国的社会上，大家感觉这做生意啊，比在种地发财来得快些，生活要好些。打工啊，要比那个在家里头做农业啊，收入多一点。到各地打工，说到国外去打工，到国际上去打工。能达到目的的，终究是达到目的；能达到目的的，能赚钱回来的，10%都没有。一出去了，受了很多的苦难，特别是偷渡的。大家是看报纸啊，听新闻都听到的。可能说是去人成百，归无十啊，700个人呐、啊。回来10个能发财致富的，很少很少。为什么他还要去做呢？业呀，这就叫业。他把希望做到希望那上去。作业，所有的业，做的业不同，他去的方向也不同。那有20-20年了。我在美国时候，我们大概是有270个人，偷渡的，在美国一扣，把他们隔到那些个，扣就扣押起来了，一住住了10年。我所知道的，没得结果，没得结果。这10年，本身虽然是没死。有吃的，他把你当成犯人一样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带他们这只船，这个船主人，船主人，这船主人的太太，出来这个事儿了，那个船叫黄金什么了，那就替他先生求，10年没解难。我是讲这个业啊，这个业，这个业就不同。那他就在那拜忏呢，干什么的？先是连见，连他去见的先生都不准见。后来从纽约州，转到另一州，完了许可他见了，所以见完之后了，跟他说，后来到大概12年吧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跟他先生也出来了，因为他因为这是佛菩萨加持的力量了，转变了。而一切众生啊，在这个业相的时候，说你别造业了，这个菩萨普观世界的世间事业的这个主方山，观察众生啊，在各个取众。这我只说人道了，现实的人道一种了，但是在他这业的这个体，业的体，业的体没有啊，就业的体没有啊，但是这个众生并不懂啊，那这个菩萨呢，这个主方神呢，他观世间一切作业啊，是空的，业性本空。别造业了，这个业的差别呀、千差万别，千差万别，不同的。我说这是一种，现在那个在英国的海难专门讲那个螺丝的，这前几天报纸登着，他得夜间去，潮水落的时候，去在那个沙子里头挖那个螺丝，捡螺丝的。完了，捡那些个，卖吧，卖钱吧，
打工的了，老板雇的了，那个水是无常的了，啊，而且你方向不知道，夜间出去了摸黑去，一下那海浪一打全打上去了，救起了一部分，死亡了一部分，前天报纸登的，这都是业相，造业的相，咱们从这个国度到那个国度，因为是偷渡去的，老板把他们偷渡弄去的，咱国家并不知道，他偷渡去，咱们国家没有登那呢，没有登记啊，怎么样保护他呢？这是所做的业不同的了。说把业断绝了，说你别造业了，管他善业恶业，一律不造。那这个主方神呢，他能知道你这些个业，知道你这个业，让你别去造业了，别造业了，报就没有了。业报业报嘛，有业才有报嘛，没业还有报吗？这是只是说的继位的菩萨说法，给众生说，不要造业，不要造业。周遍游览主方山，所作事皆究竟，生谢众生，生欢喜谢同门。生谢众生的欢喜，得到这样谢同门。说人做事，做事想得结果，想得结果，但是这个结果得不到的，随他的欲念，随他意念，随他欲念而生，但他不能随他意愿而得果，说这个菩萨游览十方诸菩萨，说世人众生啊，都是随他的欲望，给他说法，慈悲令他欢喜，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事业不能达到究竟，那你翻过来呢，以佛的教导十波罗蜜，十波罗蜜都是道比那的四无量现，慈悲喜舍，令些众生欢喜，因为啊，一切众生都随他的欲望，都随他欲望，但是呢，分两种，像书超解释吧，说小人，以人从欲啊，人呢随着欲念转，君子呢，他让欲从人。欲望从我人起，两个是相反的，说有心作呢，有心作呢，呢就重了，无心作呢，呢很小的，我们根据中国有古话啊，但是在佛教不这样说，无心作乐，随乐而不罚；有心为善，随善而不赏。但是佛教不是，有心为善的善有善果，无心为乐的乐也有乐果。不论你有心没心，你只有业，有业一定要有要有果，业是因，果是果。就是如果你没有我知，没有我见，那你所做的事业，所做的事业没有我知，没有我见，就是利益别人的事业，这个果就大了，是善果，所以你无心作恶，就是好，我不是有意的杀人，或者不是有意的放火，